常的高兴，今天在中山纪念堂这么恢宏的一个场所，跟大家来探讨这样的一个重要的人生问题，就是中国企业家的精神困惑。希望，我想呢，每个人啊，生活在这个世界上，都有很多的困惑。从佛教的角度来看，佛教认为，我们每个人的内心啊，都隐含着一种无明。这个无明，这是佛教的一个专业术语。无明呢，通俗的说，就像我们现在这个讲堂里边，如果没有光线，一片漆黑，就是无明。那它的深刻的意思呢？当然，这里的无明啊，指的是我们的生命的状态。佛教认为，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都有一盏智慧的明灯，觉醒的心灯。当这一盏觉醒的心灯、智慧的心灯在没有点亮之前啊，我们的生命就会处在一种黑暗的状态。所谓这个黑暗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概念呢？它就是它会让我们看不清楚自己。比如说，每个生命都会存在不知道我是谁、生从何来、死往何去。我们不仅仅看不清楚自己，同时呢，我们也看不清楚世界的真相。所以这个无明这样一个概念，在佛教里边呢，也叫做迷，迷，就是迷惑的迷。我觉得在佛教里边有两个概念非常重要。这个两个概念呢，我们可以说它是佛教的对生命诠释的一个最核心的内涵。那就是一个是迷，还有一个呢就是悟，或者说迷惑觉醒。迷惑就是代表着我们恍惚的一种生命的状态，就是我们凡人的生命，每一个生命都是处在迷惑之中。那佛教所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呢？佛教所要做的事情，释迦牟尼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他所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呢？那就是要帮助我们摆脱迷惑，从迷惑走向觉醒。这就是佛法的根本精神。我们知道今天的佛教啊，有三大语系，有汉语系佛教，有藏语系佛教，还有巴利语，就是南传佛教、藏传佛教
汉传佛教，每一个体系的佛教都有很多的宗派，所有的宗派呢，它就是一个核心，它都要指向一个核心，这个核心那就是要帮助我们如何从迷惑走向觉醒。不同的宗派其实是代表着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方法。我们因为迷惑，就像如果我们现在我们大家都在这个房间里边，这个房间一片漆黑，然后再出现一些骚动，我们可以想象我们在这个房间里面将会是什么样子，我们肯定会胡思乱想。同样我们面对自己的生命，我们因为迷惑，所以呢就会产生许许多多的错误的认知，因为错误的认知就会制造无边无际的烦恼。当然这个错误的认知其实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呢，那就是对自己的错误的认知，不了解自己，不认识自己，就是对自己的错误的认知。从佛教的角度来说，我们人生的最大的误解是什么？人生的最大的误解，人生的最大的误解就是对自己的错误的认知。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对世界的错误的认知。我们每一个人啊，都会带着一个有色的眼镜在看世界。这个有色的眼镜呢，应该说就是包括我们的感官、我们的情绪、我们的经验、我们的错误的观念。我们在看世界的时候，事实上要受到这么多的主观的因素的影响，所以我们会对这个世界充满着错误的认识。而这种错误的认识，正是造成我们人类无边无际的烦恼的根源。所以每个生命都有很多的迷惑，都有很多的烦恼，甚至呢我们有很多人会深陷在这样一种迷惑和烦恼的泥潭中不能自拔，甚至这种烦恼发生到一定的程度之后，它就会成为心理疾病。我们最近也在跟心理学界做了很多对话，就说心理疾病它是怎么发生的。心理疾病呢，事实上是人的这种贪嗔痴过度发展的表现，过分的严重之后，它就会导致这种心理疾病的产生。所以我们讲这个困惑，其实是代表着我们人的一种，我们凡人的一种正常的状态。那么我们今天要讲的题目是企业家的精神困惑，也就是作为企业家这样的一个群体，他们到底有一些什么样的一种精神困惑呢？面对这样的一个问题啊，我也是困惑了好几天啊，因为我在思考，我们长期弘法，也面对着大量的企业家
在思考，我们的企业家们到底有哪一些困惑？那在这个思考、了解的过程中，我大概总结的有六个困惑，六大困惑。这个六大困惑呢，这个都是什么呢？首先，第一个是幸福的困惑，第二个是成功的困惑，第三个是安心的困惑，第四个是道德的困惑，第五个是慈善，就是慈善公益是面对怎么做慈善的问题的困惑，第六个是永恒的困惑。那我想呢，我今天主要是想从佛教的角度来探讨企业家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些困惑，以及如何才能摆脱困惑，如何才能摆脱这些困惑。那我现在要讲的，跟大家分享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幸福的困惑。那就是我们知道，这个在这个社会的几十年的发展啊，我们很多人都是从贫穷走向富有，那在这个赚钱的过程中，早期就是如何赚钱的困惑。当有钱了之后，我们在没钱的时候，我们多半就会想着，就是我们希望有一天，我们能够事业有成，我们能够拥有大量的财富，我们能够过上梦寐以求的日子。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会想着我们一定会过得很幸福，很幸福。但是随着这个几十年的奋斗，几十年的奋斗，我们很多人都富起来的，甚至也成为成功人士。可是呢，我们发现我们并不幸福，并不幸福。为什么富有了不幸福？这个为什么会是这样呢？我想呢，这个是因为我们对幸福的这个认识是有偏差，这是因为我们把财富等同于幸福，我们以为有财富就能够过得幸福。因为我最近一段时间啊，这个也正好在思考这个有关于如何建立人生幸福的这个问题。因为不久呢，我也要在这个有一个泰国的一个国际论坛，要做一个有关于幸福人生的这样一个讲座。那针对这样一个讲座呢，我这个对幸福，就是如何能够建立人生的幸福啊，我提出来的五个因素。当然我们今天在这里不可能展开来讲这个问题，只能简单的说，我觉得首先呢，就是第一点，我们想要过得幸福啊，首先我们要有接纳不幸的能力，这是很重要的。在我们的人生中，我们的生活中呢，这个经常都会发生一些不幸的现象，比如说健康的因素，这个家庭的因素、情感的因素、事业的因素、人际关系的因素，这个各种各样的因素，在我们的生活中总会出现很多我们不愿意接纳的事情。我们本来过得很开心，
只要一件不幸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整个人啊一下子就崩溃了，我们就会陷入到一种极大的烦恼状态。因为我们对这个人生，我们总是充满着一种期待，我们的幸福多半都是要建立在一种顺境的基础上，所以我们不愿意接受逆境，我们甚至没有接纳逆境的能力。可是生活中呢，我们需要知道必然是有顺境和逆境。用佛教的话来说，这个世间啊，它是一个无常的世间，无常变化，无常变化。所以我们需要有这种无常变化的这样一个观念，我们需要有接纳这种逆境的能力，甚至逆境可以成为我们老师，顺境呢有的时候容易让我们万乎所以，但是很多时候逆境会让我们冷静，所以接纳逆境的能力，这是让我们这个人生幸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想到的就是我们讲到这个幸福啊，其实幸福是需要有福，有福你享受这份福，然后你才能幸福。我们古人讲的叫做五福临门，五福临门，这个五福临门就是五种福。这个五种福包括什么呢？五种福就是包括长寿，第一种就是长寿，比如你的身体要健康啊，长寿啊，长寿很重要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这个富贵，不仅仅要富足富有，最重要还要尊贵。所谓尊贵呢，就是要有精神内涵，要有精神内涵，要有修养，要有精神追求，要有精神内涵，这个要有修养，否则是富而不贵呀。所以古人把这个富贵，当然除了富，有的时候贵，当然也可以理解为，就是在这个事业上一切都很顺利，甚至地位呀这些呀，也可以是一种外在的一种贵，尊贵。所以第二种是富贵。第三种呢是贪宁，要身体，这是关于身心的因素，需要有身体健康，内心宁静，这个也是我们幸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那这个第四点呢就是好德，就是拥有这种仁厚之心，这个也很重要。一个人好德，这个才能让我们呢 有能力有心境去享受福报，同时可以让我们的福报啊可持续发展。对，这个好德。第五呢就是好处善终，这几个方面都非常重要。所以我们讲到这个前面的两个因素，一个是逆境，一个是顺境。那逆境，我们了解到自己的逆境，我们要了解到逆境的因果，所有的逆境对我们都是一种提醒，对我们的人生都是一种提醒。人家跟我们过意不去，为什么人家跟我们过意不去？是我们自己什么事情做得不好，是一个提醒。那顺境就是刚才所说的这些福报，福报的产生啊，它是需要这个佛教里边讲的，这个福报呢要培植福田，培植福田那就是要多做善事。我们年轻的时候，
比较容易有一种人定胜天的感觉，我只要有能力，什么事情都能做得成。但是我们慢慢到了一定年龄之后，可能发现不是这么回事。所以从佛教的，从社会的角度来说，人呢是有命运啊、机遇啊。那从佛教的角度来说，有因果，这个就是我们有没有福报，这个也是非常重要。那如果我们要有福报，我们就需要不断的去多做善事，我们要有感恩心，要有慈悲心，还要去尊敬那些有智慧和有道德的人。那么这些啊，都可以帮助我们培养我们的福报，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那就是要懂得知足，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知足，古人讲的知足常乐，我们在讲座的过程中经常就会讲到这个问题。我说一个人如果欲望少了，那么你的生存的成本也会比较低，还有你的幸福的成本也会比较低。反过来说，如果你的欲望太大，你的需求太多，那么你的生存成本会很高，幸福的成本也会很高。所以呢，我们讲这个知足常乐啊，这个确实是古人给我们总结下来的非常重要的智慧。这个是第三点。第四点呢，就是要学会积极正向的思维。其实这个有包括两个方面，现在这个有这个积极心理学。积极心理学呢，就是他就是告诉我们看问题的一个思考的角度。有不少人啊，看问题会偏于负面，那么这种人呢、啊，他会每天遇到什么问题他都会产生烦恼。那还有一种人呢，看问题呢他会偏于正向，就任何事情他都能够在这里边发现这里边他的这个有利的一方面，都可以发现好的一方面。那么这样的人他的内心里面每天都会非常的开心。所以就是这个就是我们人对世界的认识啊，它是完全取决于我们的这种认识模式，这个思维方法。所以像积极心理学，它就是要帮助我们去训练，去培养一种积极正向的思维能力。这样呢，无论我们每天在这个生活中发生多少事情，但是我们每天我们都能很开心，我们都能够去发现它的意义和价值。这个是那从佛教的角度来说，那不仅仅是要从正向的看问题，佛教告诉我们要如实的观察，要学会用智慧去关照，去审视一些现象。这个在佛教里面有一句话叫做慈悲没有敌人，智慧不起烦恼。这个就是一个你的思维的模式决定了你的世界。当你带着一份仇恨心、对立心，你看到的所有的人你可能都会觉得他是跟你在过意不去。但是如果你带着一份慈悲的心看世界，你会看到所有的人都是非常的友好，你不会觉得哪一个人跟你是敌人，是你的敌人。同样的，如果我们带着一种负面的情绪去看问题，错误的观念去看问题，那我们可能每天都在制造烦恼。所以佛教讲呢，智慧不起烦恼，学会用智慧去看问题，那么这样呢，我们就能够在面对每一个问题啊，我们就能够不会产生烦恼，不会产生烦恼。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这个佛法里边，在这个不同的经论里边，它会给我们提供的大量的智慧，人生智慧，像《金刚经》啊、《心经》啊，
中国古代千百年来很多文人士大夫，他们就是因为读了这些经典，所以他们会有一个很好的心态。所以像《金刚经》《心经》《六祖坛经》这些经典啊，基本上都成为我们中国千百年来文人士大夫的修身宝典。所以这个是第四个问题，看问题的角度。还有第五个问题呢，那就是要有良好的心态，这个非常关键。因为幸福的源头是在我们的内心。我们经常讲，我们人的内心啊，它既是幸福的源头，同时也是痛苦的源头。当我们的内心有烦恼的时候，有压力的时候，这个烦恼和压力它就会源源不断的破坏幸福，制造痛苦。我们想想，我们什么时候最开心啊，最容易开心啊，其实就是内心没有烦恼没有压力的时候，我们就是最容易开心的时候。因为我们的内心，当我们没有陷入烦恼没有陷入压力的时候，我们的内心本身就能够源源不断的制造欢喜，制造喜悦。所以苦和乐它的源头都是我们的内心，环境呢它只是一个辅助的因素，是一个辅助的因素。我们讲到这个幸福啊，它要具备这个五个方面，所以我们认为有钱就能过得幸福，那绝对就是一种片面的错误的看法，那是异想天开。所以我们现在知道了吧，为什么有钱的还是不开心。如果想要过得幸福，那我们就要从这样的几个方面下手，我们才有可能具有幸福的人生。就是我要分享的第一个问题。接下来我要分享的第二个问题，成功的困惑。成功的困惑，我觉得这个成功的困惑啊，它应该包含着比如说什么是成功，成功的标准是什么，还有呢成功的意义是什么，这两个问题非常重要。我们现在呢有不少这个做企业的或者说企业家，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这个事业有成，可是呢我们过得不快乐不开心。那还有呢就是每天过得很累，有不少这些做企业的人或者说成功人士，我觉得现在这个累基本上是这个时代的一个通病，一个通病。很多人普遍都反映很累，累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心啊休息不下来，不停的在动荡，所以很多人都觉得很累。或者有的人他有很多钱，也有很大的事业，我们原来觉得没有钱的人，觉得没有安全感，可是呢有钱有事业啊一样还是没有安全感。为什么会没有安全感呢？还有呢我们为什么拼命这个追求成功呢？我们追求成功啊，很多人追求成功啊，多半是希望得到社会的认可和尊重。我们中国人就是出人头地，可是呢很多人呢这个他成功呢这个社会还是不承认他，甚至瞧不起他，所以他很郁闷。所以我们就要分析一下这个成功为什么会这样子。那我想呢这个困惑啊，这样的一种困惑的产生啊，
其实还是跟对这个成功的这个观念的认识是有问题的。什么是成功？这个认识是有问题的。就是我们一般的人认为这个成功啊，多半都是这个事业有成，事业有成，或者有钱，有多少多少。我们现在这个社会的一个评估的这个系统啊，比如说像这个福论啊，福布斯，这个就是评价的，就是光是看你的这个财产有多少，作为一个人评价的这个系统。那么这样的一种观念呢，成功的观念呢，主要还是立足于事业、财富、地位通过这个事业、财富、地位啊，的这个追求和成就最后就是希望自己啊能够出人头地、高人一等，希望自己能够出人头地、高人一等。那我想这个评估呢，它的最大的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它最大的问题出在就是我们的这个成功只是从做事的角度来认定它的成功，而忽略了这个做人，而忽略了做人。其实我觉得这个成功应该是包含着做事和做人两个方面，它是不可分割的。如果我们单纯的就是追求做事，把事业做大，把财富积累了很多，那么我们这样的一种追求啊，最后呢，我们所有的努力都会变成为了能够满足自我的一种感觉，自我的一种成就，它是很容易被我们的这种自我所利用。所以我看我们这个世间上的人啊，这个除了为了生存之外，我们基本上都是在为三种事情，都在为三种感觉在奋斗，都在为三种感觉在奋斗。这个三种感觉是什么感觉啊？这个三种感觉就是自我的重要感，第一种。第二种呢，是自我的优越感。第三种就是自我的主宰，就是我们基本上都在为这个三种感觉在奋斗。自我的重要感，如何我通过努力就像我们现在的商学院啊 EMBA 的系统啊，我们在不停地往出各种各样的花样，通过这样的一些形式使我能够在这个情形里边比较突出、比较重要所以就是要在满足自己的一种重要比别人重要然后重要了之后呢，进一步我要比别人要更优越在这个身份啊、地位啊、上面财富上啊，我要比别人更优越，然后再进一步努力的目标就是主宰力，希望别人都能听我的，都能顺着我的，以我为中心。那么这个从佛教的角度来说，就是我们的我执啊，这个我执的三种表现形式。那我们在忙来忙去呢，事实上我们都是在为谁打工呢？基本上都是在为我执。我执就是一种小我，一种对我们对自己的一种错误的认定的这样的一种感觉在打工那我们想一想，一个人我们需要在这个，比如说我们要在一个领域里边，我们要保持这样的一种重要感、优越感和主宰意，
这个本身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情。我们要不断的奋斗，我们要追求这个三种感觉，这是很辛苦的。然后呢，我们要维护这个三种感觉，也是很辛苦的，因为这个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你不可能在任何时候你都是很重要，你都很优越，哎，你都是以你为中心，我们要维护这样一件事情啊，哎，这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你即便能够维护这样一种感觉，其实也就是一种感觉。当你一旦有了这种感觉之后，如果这个三种感觉得不到满足，你马上就会变得很失落。所以这三种感觉里面隐含着极大的副作用，隐含着极大的副作用。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说，这个是一个方面，就是这个，我们如果单纯的追求做事的成功，它很容易被我执所利用，这是一个方面。那还有一个方面呢，我们单纯的追求做事的成功，而忽略了做人的成功，那我们往往就会怎么样呢？我们往往就会把事情做好，将会成为他唯一的目的。我们为了做好事情啊，我们很有可能就会急功近利，不择手段，因为我们没有一个做人的标准和底线，做人的准则在这个背后支撑着。所以我们为了做事成功，如果我们不忽略了这种做人的基础，单纯追求这事成功，我们很有可能就会干出很多不应该干的事情，甚至是犯罪的事情。那么如果我们干了不应该干的事情，那对我们的生命会产生什么样的不良影响呢？我觉得有两种可能。这个第一种呢，会导致我们的内心不安，良心不安啊，就是很多人做了一些不该做的事情之后，他的内心不安，内心不安其实是一件很难过的事情。那另外一方面呢，也可能因为我们做了一些犯罪的事情，我们就会后悔，甚至呢犯罪，所以他的这个副作用呢，这是非常大的。所以单纯的追求做事的成功，这个观念啊，这是有问题的。那么如何正确认识这种成功的观念，也就是成功的观念它不应该单纯的是做事，同时也应该伴随着做人。我们这个世界的文化分为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我们东方文化总体上是重视做人，我们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也是以这个做人，以一个人成为君子甚至成为圣贤作为他的目标。我们佛教的文化里边，它是以一个人通过修行最终成就活菩萨，成就这个活菩萨的这个品质作为他的目标所以在东方的这个哲学宗教里面，有大量的做人的，有做人的思想，尤其是佛教是心性之学，对生命有着非常透彻的了解。所以从东方文化的角度来说，应该是说做人才是根本的大事，做事呢就是一个手段，做事只是一个手段。所以我们呢，就是说我们应该要本着就是做人的原则去做事，要本着做人的原则去做事。那做事的过程呢，事实上就是在完成我们的人生的追求，印证我们的
人生的价值，这样的一个过程。如果我们立足于这样的一个角度，那么做人跟做事啊，它就能够得到这个有机的结合，就能得到有机的结合。所以我想呢，就是把这个做人和做事能够把它结合起来。那我想作为一个企业家，我们现在怎么做事啊，如何做事啊，这个我想呢，这个在座的每一位啊，可能都有非常丰富的经验。那如果从这个佛教的文化的角度来看，作为一个企业家，作为一个要想成为一个成功人士，我们应该要具备什么样的一些素养？我在这里呢，就是提供几点意见，这个四点意见。那么第一点呢，他应该要或者说有信仰，或者说呢能够有崇高的人生的信念，也就是有精神追求，有这个要有精神追求，并且能够遵守一定的道德。我们现在讲到这个精神追求啊，大家是不是觉得有点空洞，有点陌生？因为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物欲横流的时代，我们说到物质追求，大家都会很熟悉。比如说精神追求到底是什么，究竟什么代表着精神追求？我曾经给这个歌友会，就是重走玄奘路的这个领域的一些企业家，有做过一些相关的讲座。我讲到这个精神追求啊，事实上呢，就是一方面是这个就是追求一种高尚的人格和生命的品质，就是一种高尚的人格和生命的品质。我们讲到精神追求，事实上要立足于我们对人的这个精神的了解。我们人作为每一个生命的存在，它就有两个方面，有物质的层面，还有精神的层面。然后精神的层面呢，也有各种这个不良的心理活动，也有很多正向的心理活动。那我们有没有意识到，在我们的生命中，这些心理对我们的影响到底有多大？比如说，如果你得了忧郁症，你会不会觉得这个忧郁症对你的伤害是很大的？如果我们的每天睡不着觉，内心里边焦虑呀、恐惧呀、没有安全感，我们看到有很多很多的人，他被这些心理疾病所折磨，就是因为他没有一种健康的精神，没有一种健康的人格，使得他可能在生活中是什么都有，可是他活得生不如死，甚至是有不想活了，什么都有，但是就是过得不开心。那如果我们受到这种精神折磨过的人，我们会知道这个精神追求究竟有多么重要。精神追求事实上是要追求一种健康的心理，健康的心灵，也就是要去开化我们生命内在的良性的潜质，最后帮助我们成就这种良好的心态、健康的人格。所以我们经常在讲，我们现在的人关注的是我拥有什么，而不太重视我是什么。其实一个人，你是什么，比你拥有什么要重要的。因为你拥有什么，这只是有暂时的关系，而你是什么，你拥有什么样的心态、什么样的人格，它将会长久的影响到你的生命，不只是这一生，生生世世，它都会影响到你的生命。所以精神追求，一个就是追求高尚的品质和高
解除生命的疑惑。我们每一个生命都有永恒的困惑，比如我是谁，生从何来，死往何去，人为什么活着，其实这些都是属于精神追求要解决的范畴。那有了这样的一种高尚的精神追求，我们才会知道道德的重要性。如果没有高尚的精神追求，我们可能觉得道德是一文钱不值，但是我要告诉大家，道德就是铸造高尚的心灵的原材料。我们要铸造一个健康的心灵，我们要铸造打造一个高尚的心灵，那一定要通过道德的心理，道德的行为，最终才有可能成就这种高尚的心灵，高尚的人格。所以就是我觉得作为我们的企业家，我们现在整个社会基本上都是停留在物质的追求，甚至物质最大化。那我想呢，这个作为一个企业家来说，不应该仅仅停留在物质追求，还应该有精神追求，并且具备有一定的道德的修养，因为这将会决定了你是否拥有一颗健康的心灵和高尚的人格。而这样的健康的心灵，高尚的人格，这是一种精神财富，对每一个生命来说，它都是无比的重要，比你外在的财富不知道要重要几百倍、几千倍、几万倍，甚至更多。所以这个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呢，我想呢，应该有正当的事业，合法经营，生财有道，这个也是非常的重要。我觉得这个重要性在哪里呢？这个重要性主要是在两个方面。第一个，你能够合法经营，这个它将会使你的这个事业啊可以长期的发展下去，你不会放缓，不出问题，这就是保证你的事业能够持续发展下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所以君子爱财，要取之有道。那我觉得另外还有一个方面的作用是什么呢？那就是可以让我们无悔，让我们的生命不会处在一种不安和后悔之中。当我们往往面对利益的时候，我们 看到了利益，我们就把道德抛在脑后，然后我们为了眼前的利益，我们做了很多不该做的事情，最后放缓了。说现在不少官员，这个要出问题，我们企业家，很多企业家都被牵进去，他们有的就很多，要不就逃到国外，要不就不敢在一个城市里出现，这就是因为你内心里面你做了不该做的事情，你内心不安后悔。所以企业做到一定，尤其做到一定的程度之后，那么这种合法性遵循法律，我想这应该是一个企业的保障。当然即使是小企业也是应该这么做，不是说到一定时候才特别重要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第一点特别的重要。第三点呢，我觉得需要学习一些佛教的智慧，可以让我们这些企业家们能够保有一种超然的心态，可以坐看云起，可以超然物外。我们现在的人为什么普遍活得很累？这个累呢，就是跟贪着，跟你的心，跟这个对这个事业粘着得很紧啊，对财富啊，对权力啊，你看得太重。当你就是你的在乎，你有一分在乎就会有一分压力，有十分在乎就会有十分压力，有一百分在乎就会有一百分压力。那我们说不要看得太重，不要粘着，其实并不是不努力，而是
而是要积极努力的去做，但同时又要保有一种超然的心态。就像这个如莲花不着水，出泥而不染。像为什么这个中国古代的心经、金刚经会被那些文人士大夫们大量的读诵？我曾经在这个心理学上的会议上，我有做过，比如说心经与心理治疗，金刚经与心理治疗，都讲到为什么中国千百年来这些文人士大夫们他们都喜欢会读诵这些经典。因为当他读诵这些经典的过程中，这种经典的智慧他能够帮助他看清楚这个世间上的一切现象啊，都是如梦如幻，都是一种条件的假象。这个金刚经里面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偈颂，那就是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当你能够时常能够用这样的一种智慧，对你的事业、对你的情感、对你的家庭、对你的人际关系做这样一个审视的过程中，你对外在的事业你就会看淡一点，看轻一点，那你的内心呢就会超脱一点。你的内心会超脱一点，那就意味着你就会自在一点，过得轻松一点，过得自在一点。所以不管你在顺境的时候还是在逆境的时候，这种金刚经的智慧对我们这个世间的凡人都是很有意义。你顺境的时候你不会很累，逆境的时候受到挫折了，你也能够也能够很超然，也还是可以很超然。所以我觉得这个学一些佛法的智慧可以帮助我们保有一份出世之心，然后去做入世之事。这是第三点。第四点呢，就是要培养利他心，要做一些公益慈善的事情。当我们在利他的过程中，它就会弱化我们的我执，你的这种自我的感觉啊。比如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上的人，一个人就是在乎自己的感觉的人，这个人一定会特别累。相反，一个人自我的感觉比较弱的人，他就会过得很轻松，他会更多的去关注社会大众，他的心胸开阔，他会比较容易过得轻松。所以在利他的过程中可以弱化自己的我执。另外一方面，在利他的过程中我们的慈悲心会得到增长，在利他的过程中你会增长福报，你会得到社会的认可尊重。所以这个几点呢，就是我觉得作为一个企业家，这几个方面的素养应该也是不可缺少的。那么至于说到这个就是做个成功人士，这个成功的标准应该如何评判，我看社会上也有很多评判的机制。那从我个人来看，总体上它应该是做人的做事，不只是做事的成功，同时也包含着更重要的是做人的成功。那这个做人成功它应该包含着哪几个方面？首先在生活上过得幸福开心，生活有质量。我觉得有钱的人，事业有成就的人，他的生活应该过得更有质量，应该过得更开心，而不是每天啊忙的这个每天都在这个痛苦中。那第二个评判的内容呢，就是指家庭，比如家庭的和谐啊，和你的教育的成功啊，我想这个也是成功评判的一个标准。第三个标准呢，我认为呢，就是社会，就对社会的认可和尊重。那我想社会的认可和尊重啊，这个跟你对社会的这一份公益心有关系。你有公益心，有利他心，你才有可能得到社会的认可和尊重。
如果你缺少公益心和利他心啊，那你就很难得到社会的认可和尊重。那么第四点评判呢，我觉得就是这个身心健康，然后呢有一定的修养，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身心健康，身体健康，心灵健康，我们现在很多企业家这个可能身心都不健康。这个我觉得中国社会现在最大的问题其实就是很多人都是身心不健康，身体不健康，心灵不健康。如果一个人身心不健康，那你拥有财富，再多的财富有什么意义啊？你身体不健康，你就没有能力去享受物质财富。你心灵不健康，你每天可能都会在烦恼之中。所以身心的健康应该也是我们评判成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准。那第五点呢，就是事业有成，就是五个方面。这个当然这是我一厢情愿的标准，就是但总的来说，成功一定是做人和做事，做人是根本，做人的成功是关键，做事是一个辅助条件，两个方面。那我们这个我们现在呢，为什么会对成功产生了以上前面我所说的那些困惑？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单纯追求的是做事的成功，而忽略了做人的成功。所以当我们把事情做成功了之后，简直就发生了无量无边的人生问题，家庭问题啊，健康问题啊，社会问题啊，所有的问题都出来了。原因是什么？就是因为我们忽略了做人。这是一个这个我要分享的第三个问题，就是有关于成功的困惑。接下来我要分享的第三个大问题，就是安心的困惑。这个安心，这个安心其实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安全感，一个是心怎么静下来。我想很多企业家可能都有这种困扰。比如说我们赚了很多钱的，生存已经不成问题的，生活的保障也没有问题的，甚至我们的钱可能几十辈子几百辈子都用不完了，但是我们还是富有的，我们还是没有安全感，没有安全感。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现在的人普遍就是忙碌疲惫，活得很累，这个心啊静不下来，心安不下来，心静不下来，因为心静不下来，其实这是让我们活得很累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非常重要的原因。那我们分析一下，一个是安全感的困惑应该怎么解决，第二个呢就是关于安心的问题应该怎么解决，两个方面。首先我们讲到这个安全感的问题，当然我想呢，这个为什么会出现没有安全感呢？我觉得有两个方面的因素，第一个是社会的因素，第二个呢是个人内心的因素，个人内心的因素。首先讲社会的因素，包括比如说这个像从政治环境啊到这个市场社会的这个市场的环境，以及呢到这个现在这样的一个全球化的时代，我们面对这样的一个社会啊，就是我们的整个生活呢是错综复杂，所有的很多东西它都会在影响着我们。就是比如说这个像美国啊，像香港啊，一些这些股市，华尔街的股市，它
它甚至会影响到这个中国的市场。就是说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啊，就是这种呢能够影响我们的因素，这种社会的这种不确定的因素太多，包括还有各种天灾人祸，我们现在看到很多人莫名其妙的动不动的就拿着刀去砍死几个人，甚至呢对这些儿童小孩子也能下手，你不知道那个哪一个人，可能每个人都是一个炸弹，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碰到这些问题。所以这个种种社会的因素啊，它会让我们产生一种没有安全感的一个重要的原因。那么另外还有一个因素呢，就是我们对这个社会的这种依赖太多，我们的内心，最主要是我们的内心不独立，我们的内心不独立，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所有的外在的环境，它能够对我们产生影响，事实上我们都会有一份在乎，任何东西它会对我们产生影响，原因就是我们都有一份在乎。如果我们没有这一份在乎，我想这个世界的任何变化它都影响我，影响不了我。所以呢，就是说我们要这个，我们要培养我们内心的这个，就是要摆脱这种不安全感。我们要做的事情，我觉得主要有两个方面。首先第一个方面呢，就是要接受一种无常的事实。我们要认清这个世界就是一个无常的世界。我们的身体啊，我们的家庭啊，我们的社会的人际关系啊，所有的一切的一切，包括这个市场、社会，一切的一切，它都是无常变化。如果你认命这样的一个无常的事实，那所有的变化它都不会伤害到你，所有的变化它都伤害不到你。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观念上，所以佛法这个佛法呢有几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原理，无常就是其中的一块。这个诸行无常，就是从我们的内在的身心到外在的世界，一切的一切啊都是变化无常。所以我们要看清这样的一种无常的事实，因为我们人对这个世界它总是充满着一种永恒的期待，我们对这个世界总是充满着一种永恒的期待和依赖，可是这个世界呢是无常的。当我们带着这样一份永恒的期待，其实我们是没有办法去接受这种世界的变化。当我们看到这个变化的时候，我们的内心啊，我们会有一种没有安全感，没有安全感。那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就是要通过禅修培养我们自己内心的独立性，减少对这个外界的依赖。心，这个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本来就是圆满的，本来就是独立的。这个在这个六祖坛经里边，这个六祖呢在悟道的时候，他当时就说的，何其自信本来清净，何其自信本自具足，何其自信本无动摇，何其自信能生万法。就说我们的心本来就是清净的独立的，但是我们为什么会独立，会持续这样一份独立呢？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把自己丢掉了，然后在外在的世界里边去寻找自我，寻找依赖，而我们在向外在寻找的过程中，我们就会开始建立依赖。所以我们对外在世界的所有的依赖都是我们不知不觉中形成的。就像今天这个时代，电脑啊，电话啊，游戏啊，各种媒体很发达，我们现在人离不开手机，
可是古人是没有扫机的。那我们这种对媒体的依赖，对扫机的依赖，是我们生命本来的需要吗？其实不是，而是我们在使用扫机的过程中不知不觉的培养起来。所以我们对世界的每一种依赖都是我们自己培养起来的。我们对外在的世界培养的依赖越多，我们的生命就会越不独立。反过来说，我们的依赖越少，我们的生命就会越独立越自由。所以自由的生命它有一个前提，就是独立和自主。当然这个自主就是心灵，可以做自己心灵的主人。这个过程呢，我们已经建立了很多很多的依赖了。那我们现在需要去摆脱这些依赖，减少这些依赖，怎么才能做到啊？那就是我们需要禅修。禅修就是可以帮助我们摆脱这些依赖，然后活得生命的心灵的独立和自由。这个是关于安全感，就是当我们减少对世界的依赖，那所有的变化在我们看来都是一个这个云卷云舒，花开花落，一切的变化都不会影响到你。当你对这些事情有很多的依赖的时候，那所有的变化都会给你带来这种不安全的感觉。所以这个是就是关于安全感的这个问题的这个解决和建立。那另外呢，就是关于静心的问题。静心就是我们现在的人为什么心静不下来啊？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的欲望太多，我们的欲望不断的在增长，整个社会所有的商家都在鼓动我们的欲望，然后我们的欲望就会不断的增长。然后不断的增长之后呢，我们的这个欲望越多，结果会怎么样啊？我们就会越忙碌，生存的成本越高，幸福的成本越高，我们就会越忙碌。当我们越忙碌了之后呢，我们的生活就会越混乱，东西太多了，所以生活很混乱，内心也很混乱。那还有呢，我们对我们所有的这个需求的东西，我们还会产生一种贪着，产生一种依赖。我们没有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可以过日子，当我们一旦习惯了使用这些东西的，我们没有它，我们简直就是没有办法过日子。所以现在人，我们的内心里边啊，它就是浮躁混乱。我们的心就像大海一样，本来就像大海一样，但是这个大海里边啊，这些所有的念头在我们这个心灵的海洋里边波澜起伏啊，这些念头一个月往外冒，那每一个念头，我们面对我们的念头啊，会怎么样子呢？我们恍惚的最大的特点，当我们面对自己的念头的时候，我们是不能自主，还有不知不觉。我们不知不觉的，有的人可能不知不觉的发脾气，有的人可能不知不觉的形成很多不良习惯，然后不知不觉的在忙乱。所以佛教告诉我们要觉知，要觉醒，你要能够知道自己，了解自己，知道自己在做什么，那么这就是一种禅修。那我们不知不觉的在自己的内心里边，我们每天啊不知不觉的在往我们自己的内心里边不断的扔垃圾，不断往内心里面扔垃圾，扔了很多垃圾之后呢，这些垃圾就会在我们的内心里边不断的制造烦恼，制造痛苦。所以我们的生命总是处在一种被控不能自主的状态。所以我们每天的忙碌，我们想让自己不要发脾气，我们做不到。
我们想让自己 静下来，我们也做不到。我们想让自己，哎呀，这个执着太累了，把它换下来吧，我们也做不到。做不到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的心，我们不知不觉地培养了很多不良的这些心理习惯，我们的心陷入到这些不良的心理习惯中，让我们的生命充满着不能自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佛教讲的禅修，就是需要点亮自己内心的一盏智慧的心灯，能够看清楚自己的念头，并且对这些念头保持一种智慧的观照，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在《心经》里边一开头就讲观自在菩萨，这个《心经》的修行就是一个观字，观字就是当我们能够观照自己的内心的过程中，我们的内心能够带着一份智慧的观照，在审视我们的各种情绪、各种心理活动。当这些情绪、这些心理活动在我们内心的这种智慧的观照和审视下，我们内心的念头就会慢慢的就会平息下来了，心灵的海洋就会进入到一片平静的状态。当我们的内心陷入到这些念头的时候，每个念头都在给我们制造麻烦、制造烦恼、制造痛苦。当我们的内心回归到平静的时候，我们能够感受到内心的一份安静，安静。所以佛教讲的这个涅槃，这个涅槃就是一种高度的安静，它不只是一个外在的一个世界的安静，而是内心所有的躁动平息之后，你的生命就会散发一种强大的一种安静的力量。同时呢，这个安静，这个安静的状态里边会散发出无边的喜悦和欢喜，源源不断的会产生欢喜。所以这是佛教讲涅槃，涅槃的后边还有两个字叫寂静，寂静就是安静。所以安心，这个是佛教修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在《金刚经》里面讲，这个一开头，须菩提就问到：善男子、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云何应住？云何降伏其心？怎么应住？你的心要安住在哪里？云何降伏其心？你如何的来降伏你内心的这种躁动、迷惑、烦恼？那整个《金刚经》，他所做的就是在帮助我们如何来安心。像禅宗里边，二祖去请教初祖的时候，同样也提出：“我的心不安，求师以安。”那八摩祖师给的也是一个安心之道，也是一个安心之道。所以佛法呢，事实上就是在帮助我们提供一种生命的一种安心之道，生命的一种自救之道。所以我经常讲，这个释迦牟尼对我们这个世界人类最大的贡献是什么？最大的贡献，那就是他发现了我们每一个生命都具备有自我拯救的能力。佛陀只是一个老师，告诉我们如何的去活的，这样的一种自救的能力。我们的生命有很多迷惑，有很多的烦恼，我们面对这些迷惑和烦恼，我们会觉得沮丧，会觉得无奈，会觉得困扰，会觉得痛苦。但是我们的生命里边还有一盏智慧的明灯，还有一种觉醒的心灯。像六祖坛经一开头，就告诉我们的这样的一个道理：菩提自性本来清净，但悟此
心直了成佛。每个人都具备有清净的觉悟的本性，你只要找到他，你认识他，你就是佛了，你就能成佛了。你找到他，你认识他，其实就是开悟。就是开悟了之后再努力的修行，你就很快就成佛了。所以每个人都有佛性，每个人都能成佛。所以这个禅宗它就是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最直接最简明的安心之道。安心之道。